现在呢就是宁夏街夜市，因为是春节期间，所以来人特别多。然后台湾他们是放9天假，所以其实台湾本地的游客也蛮多的。先开始是小孩啊那些玩的小游戏，然后里边就应该是吃的。远远的闻到股糊味，人超多，想想怎么走进去。哦，真的是寸步难行，得慢慢一个一个挤进去。而且有时候不是你想走，是人会推着你走。哎，真的随处都有那个支付宝。哎，我们刚刚去那个康世美买东西，他也可以用微信支付。然后我们还在那个支付宝上领那种红包，就你满多少可以就使用那种红包，一般就18.8块，我刚领的好像是。这个叫什么？黑轮。我也不知道是啥，先尝一尝。帮我看一下。好的，稍等。那我们买这个一串35，然后人民币应该是7块。现在支付宝它也优惠，直接就是1块钱就付了。哦，我刚问老板这个黑轮是什么做的，他说是鱼肉。很糯的感觉，然后咖喱味儿。你有什么想法？不好吃，不是我喜欢的感觉。我们点一份这个。辣的，嗯，辣的。要。太早了。哎，这个闻到很像那个日本烧烤的那个感觉，烤串。对。